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有船送走？这是怎么可能？这里的空间被封锁了，出不去。整片大陆都被一股特殊的能量封锁，我们必须找到这些能量的来源。好，去查找根源。哼，这老小子竟然嘴这么硬，留着也没用，干掉他吧。你们敢？你们现在还没有认清形势吗？如果你们求饶，我还能在老总那儿替你们求个情。陈风笑，到如今你还死鸭子嘴硬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送你上路。老总，你来了。陈风笑，你还活着，很好，你再去帮我做件事。老总，这是去哪？这几个家伙他们……闭嘴，这群人我来处理，现在是别的事情更重要，你拿着他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不管他们要干什么，为了天下苍生，阻止他。立刻给我滚去干活，若是没办成，我定饶不了你。然后就是尔等小辈，就凭你们也配和老子动手？你们简直是不自量力。这个世界都将落入我的手中，今日就先灭你们几个碍事的小子。这是什么法器？没想到这玩意儿终于打中了一次，不知道这家伙顽球没？刚才那一击威力确实不弱，面对这种老怪物的话，估计没那么容易。没想到你们这几只小臭虫居然还能伤到我，有点意思，但若仅仅是想靠一件暗器就像是击败我，你们也太不自量力了。你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我。干！哟吼，这一发百发百中，我这准度越来越好了，不愧是我自己。嘿嘿，臭小子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吗？我话都没说完就来这一下，能不能有点礼貌？能不能尊老爱幼？风天王，别怕他，就这样保持住，你的攻击是有效的，不要让他有一丝喘息的机会。可恶的小辈，你们几个的小命我先放着，老祖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办，就不和你们纠缠。待完成我的大事，就回来送你们几个下地狱。等着吧，你们的末日即将到来。这老东西嘴上叫的嚣张，跑路都是利索，他钻进那道光里是跑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但是必须找到他，否则生灵涂炭。祭坛借助龙脉形成的能量洪流笼罩了整个大陆，但是总有个交汇点，我们去交汇点就能找到他们。可哪里是交汇点啊？既然祭坛是天左天右天众三大王朝，那么应该就是在这三个祭坛的中心地带，因为只有这样那里的龙脉力量才最集中。走，立刻出发吧。基地，大姐，一切小心。果然，这里就是三个祭坛的相交之处了，龙脉之力全都汇聚了过来。如此巨大的能量汇聚一起，这到底是要做什么？现在怎么办？摧毁它？别冲动，先观察观察。观察啥呀？让我的大枪来试试。先给他来一发。可恶，使尽浑身解数好像都没有什么用。果然，普通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无异于浮游撼术。不，等等，好像有动静。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我去，李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那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他竟然孵化出了怪物，气息和之前见到的那种怪人很像。大家小心，
准备战斗。